苹果独家 iPhone 6S 关键零组件首度曝光，要看 iPhone 6S 不用等到9月9号，苹果日报独家取得 iPhone 6S 的重要零组件，让你率先目睹 iPhone 6S。 此次 6S 最大改款就是压力感测功能元件已出现在新的触控面板上，让萤幕感测更为灵敏，功能也提升，采用 A9 的 CPU， 后镜头将提高为1200万画素，前镜头也可能提升到500万画素。此次 iPhone 6S 尺寸长 138.19 毫米，宽 64.68 毫米，厚 7.08 毫米，比原先的 iPhone 6增厚了一点点。传闻未来在外壳颜色会参考 Apple Watch， 将现有的金色改为玫瑰金色。东新闻综合报。他们都是苹果日报的爆料公民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每月两则爆料被采用，月领20000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000元，现在就加入苹果爆料公民行列。